我们来证明这个定理啊，Cauchy sequence。它定理怎么说呢？如果一个 sequence 是柯西的话呢，它是柯西数列的话，若且为若，这个 sequence 是受链啊。但是在证这个定理之前呢，我们需要一个我们叫做引理啊，那我叫做 lemma。2.12，一个 Cauchy sequence 呢，一定是 bounded 啊。一个我们呢，在2.2的时候呢，已经证了，就是说，一个如果是一个收链的数链呢，它一定是 bounded。那现在呢，我们做一个类似的东西，一个 Cauchy sequence 呢，一定是 bounded 啊。那个图画是，它是，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收敛，但是它是那些项之间呢，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互相是非常接近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说明它是 bounded。那当然，这个是从这个 definition 来看的，好，我想我直接证明了啊，你看到就是说这个 definition 啊，let an be Cauchy。那如果 an 是 Cauchy 的话呢，那下面这句话就要对了啊，任何的 epsilon 给我。它的这个 an 的这个尾巴 am 跟 an 距离呢，都是我随便两个项，距离都要小于 epsilon 啊。那我这里呢取 epsilon 呢等于一就够用了啊。你可以看看我们2.2的那个证明也是取一的啊，那就会存在一个 n 使得。我们就会有某一个项之后呢，任何两个东西，任何两个项的差异呢是小于一。那特别的话呢，这个小 n 是大于等于大 n，我特别我选这个小 n 就是等于这个大 n 啊。In particular，am 跟 an 的距离呢是小于一，那这句话呢是重要的。怎么说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是说。所有大于 n 的那个 m 那 am 跟这个 a 大 n 的项呢是小于 epsilon。那这里做一些分析，那个不等式是可以那个差异呢是可以弄小一点的，那就得出什么呢？我的 am 呢，绝对值，这个是我想要的东西，是有界，这个大 n 是固定的了，这个大 n 是对一，是对 epsilon 等于一而选定的某一个项，某一个数，所以这个 a 大 n 呢，就是一个固定的数，那我就说。它以后的项呢，都要小于这个，那这个就是 bounded 那我就 let 这个所谓的 m 是等于
所有大 M 以后的像呢，都要比这个像来的小，它是绝对值。哦，那这个很多哎，因为这里有无穷像哎，啊，这里有无穷像，那剩下来是什么？剩下来就是只有 A 一、A 二，一直到 A 的 n 减一，这些像呢，有可能比这个数要来大，啊，那我后面的 n 以后的我都控制好了，那包括 an 的绝对值当然会比这个小，所以我这里有限个数呢，选最大的那个，我就有呢。对于任何的正整数 m，am 呢，都是小于等于这个大 m， 啊，因为它一就是在大 n 之前，那就是这些项。这项的绝对值当然比大 M 要来的小，然后它是大 N 之后，那就是这个，啊，那所以我说 A N 是邦德，哦，这个是邦德的定义。好，那所以这个是证完这个 lemma 2.2 的，那我就可以进行。这个 Cauchy 弱且微弱 convergent 这样子的一个命题的证明，那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convergent 必然 Cauchy 啊，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图画也是清楚，我先给个图画。这个是 A， 那如果 AN 是 convergent 啊，那就是那个尾巴很接近 A 嘛，那就比如说 A 的某一个范围呢，所有的项都要在里边，啊，那这些所有的项它互相的差异会是多少？也不会超过这个范围的一半嘛，的两倍嘛，啊。那所以只要我设计这个是 A 减去二分之 epsilon A 加二分之 epsilon， 那你的 AM 跟 AN 的距离顶多就是在这里的右端点扣掉左边的端点，不是就是小于 epsilon 吗？而是所有哦，所有某一个 N 以后的项都要对，所以 convergent一定是 bounded， 对不对？啊，那这个图是很简单的哦。那我们先给它写出来。这个 A 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某一个实数就够了啊。我就它是 convergent 嘛，所以呢我就令 an 等于 a， 那对于所有的 epsilon 大于零，我都找到一个 n 对于 n 以后呢就是按照我现在的想法，这个是二分之 epsilon 是够用的啊，是二分之 epsilon 的，所以那图画是这个样子，我们做的时候呢做的可以更漂亮一点点啊，怎么说，是说这里呢我是用一个减一项加一项的技巧啊，减 A 再加 A， 所以呢我就有呢 AM 减 A，每一个都是二分之 epsilon， 所以合起来就一定就是一个 epsilon 啊。那这个没有直接将刚才的图画给它做，如果要这个将刚才的图画做的直接做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啊。
那现在呢，我们用一些更高级的那些三角不等式啊，来帮忙将这个命题给它证明啊。所以这个是没有疑问的，我就说 ，an 呢是 cosine。OK， 好、oh. ，好。返回来呢会麻烦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很麻烦，因为工具呢事实上都建立好了啊、我也是给一个图画给大家。刚才我们不是证明了就是 cos sequence 一定是 bound 吗？然后我们前面有几个大定理，其中一个 Bosanowski-Strauss 定理说你 bound 的话呢就有一个 convergence of sequence， 所以首先我知道 AN 如果是 cosine 的话它就是 bounded， 然后再来说明它是 bounded 的话呢， AN 可能是在这里，它有一个 subsequence ANK 是趋向某一个 A， 所以事实上我们只需要就是说不止 ANK 趋向某一个 A， 所有的 AN 都趋向 A， 那就做完了，是不是啊，那就做完了。那ANK 事实上是一个 subsequence， 所以 也包含了原来的那个尾巴的某一些部分的 sequence， 所以而那个尾巴是 cosine 的，所以这些跟其他的 AN 呢事实上是接近啊。我说简单来说是这个样子，这个东西我用减一项加一项的技巧，我要说它是小于等于 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是接近的，当 k 大的时候，这个也应该接近啊，当 m 跟 nk 都是大的时候，所以两个都接近，两个都小于二分之 epsilon， 那合起来就是小于整个 epsilon， 那就做完了啊，我再重复一下这个整个步骤，因为事实上前面的已经做了大部分了，啊，我们先 cosine sequence 一定是 bounded， 然后 Bosanowski-Strauss 告诉我们 bounded 的话，一个 sequence bounded 它就有一个收敛子列，哦，那这个叫 ANK， 收敛到哪里？我说收敛到某一个 A。啊，某一个 A， 然后我就做一些啊三角不等式，那每一个项都控制得好好的，都是小于二分之 epsilon， 那整个来说就是一个 epsilon， 啊，这个都是一些很小的数，可以是很小的数啊，那麻烦的地方当然就是它小的时候，那我们要小心给它。弄出来，好 ，OK， 好，所以我就可以证明了，哦，所以 by 2.12 呢，就是so let an be cosine。在 2.12 呢AN 是一定是 bounded， and so has a convergence CONV convergence 啊 subsequence， 我叫做 ANK by
理由呢是 Bosanowicz theorem 啊 ，BW theorem。好，那我又令呢这个 ANK 呢。既然有 limit， 我就叫它是 a。好，这个实际上是第一步。我的第二步呢，所有的 an， 我不要叫 an， 我叫 am 好了，都趋向 a。啊，我 claim 这个事情。啊。这个 claim 是成立的，因为我们有前面的这个东西再加 cosh 这个事实啊。好，我将这两个东西给大家所谓的合并起来，先做这个 limit。ANK 等于 A， 所以我就是有一个大 K， 大 K 以后呢，我的 ANK 呢都跟 A 距离小于二分之 epsilon 啊，那又由于 AN 是 cos。啊，那我对于这同样的 epsilon 呢，我又存在一个大 n。好，大 N 以后的任何的 M 跟 N， 它们的距离都要小于二分之 epsilon。好了，那最后这一步，你就要选这个。n 够大，啊，我希望就是说有一个 n 够大，它两个都成立，我叫这个是 n 零，啊，我希望那两个都成立，那这里呢，我就需要小 n k 这个数，啊，它两个较大的 ，so 如果我的，好啊，所以呢，我的 nn 零呢，事实上，我这里当然不需要一定是要n 大 k 的啊，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不需要，对，我觉得这个大 k 就好了，对不起啊，这个大 k 就好了，啊，大家看一看这个怎么做啊，这个大 k 就好了，因为呢。我事实上给它升上去，这个是大于等于 n 大 k 啊，我得出这样子的东西啊 ，thus m 零以后的所有 m， 我要估计好 am， 我就是找一个项给它所谓的啊减一项加一项，那这个项是什么呢？就是 n 零啊，那再加这个 a 的 n 零减掉 a 啊，那这个 a 的 n 零呢，一方面它是大于 n k， 另一方面它也大于 n 零，这个是我们前面的
已经做过啊，作为 subsequence 来说呢，他要这样子的，他两个都大于，哦，这两个数呢 ，nn 零都比它大，所以我说这个 nn 零它是大于 n 零大于 n 呢、啊，我的意思说，哦。当然了，它大于 n 零也大于 n， 所以它是满足这样子的一个估计，它要满足 cos 的那个条件啊、哦。这个小 n 就是这个 n n 零，然后另一方面，它也满足这个 subsequent 收敛的这个条件啊、哦，那个。nn 零呢是比 nk 大啊、哦，或者是 n 零本来就是比 k 大，那所以这个估计呢也是二分之 epsilon 啊，按照前面所说的，所以合起来就是一个 epsilon， 那我们就建立了啊、哦，那所以这个麻烦的地方呢，反而是在这一块啊，大家要小心的啊、哦，那我们就证明了就是给定的 epsilon 大于零。我找到一个 n 零，大 n 零，那使得呢，它所有大 n 零以后的小 m， 它跟 a 的距离都是绝对小于 epsilon。好，这个填充题呢，就给它建立起来了。好，它的一个应用。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对于 series 来说。如果你递增的话呢，你大概可以用 monotone convergence 定理就 OK 的。但是如果你是这个级数呢有正有负的项，那你就不能用这个 monotone series。那一般来说我们都不行的，那就是要用这个 Cauchy sequence 的这个讲法。哦，那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东西。这个又是一个 partial sum 啊，一个series 的部分和一个级数的部分和它的项呢，如果写出来呢，是这样子的一个项，一减二分之一，再加三分之一减四分之一，再加五分之一减六分之一，一直去到这个 n 分之负一的。n 加一次方，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的那个alternating series 啊，交错级数啊，一正一负，一正一负，一负一正一负，所以它不是递增的啊，它会减一点，再加一点，再减一点，再加一点。那你怎么说明它是收敛呢？啊，那我们可以具体的看一看这个数列啊。我不知道去年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说了哈，但是现在你们学过这个 Cauchy sequence 那个道理呢，事实上所有的这些级数的收敛定理呢，为什么它收敛？因为它们都是那个部分和都是 Cauchy sequence 啊，我们有一个名称的啊，这个名称呢就是 Cauchy。criterion 啊，某一些书呢会喜欢写这个，我想 Salas 呢也是会写这个啊，就是科斯判别，科斯的判别式，判别式是什么？就是这个部分和是 Cauchy 啊，这个部分和是 Cauchy， 那个这个部分和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我要讲的，就是你现在呢。我们一般是这样子讲的，部分和呢是等于一个这个 partial sum， 你的 series 呢是像 ak， 可是用 sequence 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个 sk， 它有收敛的话，相当于若且为若我们的这个。数列 SK 这个部分和的这个数列是收敛的、哦、那它的 Cauchy， 那如果我们知道就是说
利用这个二点十一来说，它是如果 SK 是 cosine 的话呢，则它是收敛，换句话说，这个级数就收敛，啊，那这个 cosine 是什么意思呢？啊，我写错了，啊，这个是 SN， 那 SN 是 cosine 呢？如果我的 SM 扣掉 SN 是可以任意小，啊，那而这个呢是什么东西？这个相当于就是说，我从一加到 m， 然后呢，又从扣掉一加到 n 这样子。所以假设 m 比 n 大的话呢，你这个剩下的来项呢，就是 ak 从 n 加一去到 m。啊，那这个东西是趋向力。啊，或者是这样子说吧，它是小于 epsilon， 当我的 mn 够大的时候，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Cauchy criteria， 啊，一般书都是这样写的，啊，你可以回去检查一下你去年的那个，所以整个起源就是我们的 Cauchy sequence， 那我具体。看一看，我们具体看一看这个 Cauchy criterion 是怎么样子弄啊？像这个东西啊，这里的小 a n 就是相当于那边的大 s n 啊，是这样子啊。我先估计一下啊，这个样子，那就是等于是。你扣掉了以后呢，是 n 加一的负一的 n 加二加哦，你第 m 项，我假设 m 比 n 大哦。第 m 项扣掉前面 n 项的话呢，剩下来就第 n 加一项，一直到第 m 项，是这样。那这个呢，不难看见它的绝对值啊，这些负一的东西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反正就是说是交错，一负一正，一负一正。那个正的东西呢？这个绝对值啊，事实上是这个。是这边正负正负正负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比这个大嘛，所以这两个凑一对的话呢，是一个正的东西。后面两个凑一对也是正的东西，凑这也是正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合起来一定是一个正值来的。无论后面的那个是落单或者是有一对，都是正的啊，所以呢，这个合起来就是正的。那这样子就简单很多了，对不对？啊，那我说这个一定比 n 加一分之一来的小。那如果做到这个不等式的话，那后面就很简单了。这个当然是比 n 分之一来的小，那我希望它小于 epsilon， 很简单嘛，啊，这个我们做了好几次了，对不对？啊，那所以问题是这个不等号是不是对的？那我说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也是一对一对的这样子看它。我是这个给它落单，然后这两项看它，这个不是负的吗？啊，这个是负的嘞，后面两项也是负的 啊，那第一个是负的，所以呢，无论是后最后那个落单还是一对，都是负的，所以你是 n 加一分之一，再扣一点，再扣一点，再扣一点，一直下去的，
啊，那这个整个刚才我们分析呢是一个正数，但是离边它一定比 n 加一分之来的小啊。我们正数是因为我们是这样子一对一对去看，那这个交错的级数就是这么有趣啊。那它是一直的去向零，但是呢一正一负一正一负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有办法，它是递降的到零，所以我们就有办法可以用这种的分析去说明啊。我再说一遍，一方面前两项再两项再两项它是正的，所以它等于绝对值。另一方面第二三项第四五项一直下去的话呢都是负的，这个是负的，后面也是负的啊。那所以它是 n 加一分之一，扣一点再扣一点再扣一点这样子，那就是所以它一定比 n 加一分之一要来的小，那后面就简单了哦。所以你有这个估计以后呢，你的大 n 当然很简单哦，大 n 就是等于 epsilon 分之一再加一啊。对于所有的大 n 以后的小 m 跟小 n， 它的那个数列之间的差异就是要小于 n 分之一，小于等于大 n 分之一小于 epsilon 啊。既然大 n 是大于 epsilon 分之一，我们这个就对了。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扣取了。啊，结论 ，AN 是扣取 ，hence conversion。啊，那这个就是扣取 sequence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啊，那一般的级数的这种狩猎呢也是用这种类似的想法，那我们就叫 Cauchy criterion。 好，我们今天就来到这里。